제가 아이 您是不是问唔对啥？啊，钟君是去杜拜啊，跟这个孔公搞什么关系啦？是的，哦，钟君哦，可能无对你讲老实话。以后一回到杜拜哦，就随着苏云飞机去全岛饭店。啊？你想都被骗我？红啊，阮将军哦，就是惊你的烦恼，啊，唔知甲你讲，伊去杜拜。唔对啊，啊，国际喜悦伫咧中东地区，除了杜拜以外，啊，无伫咧其他所在有连锁啊。将军去遐创啥？我就讲梓潼无好骗。废话，我当然知。看我创啥？我你讲啊啦！这个阿姨，你奈拢无回答，煞一直咧塞白话啊！啊！所以将军无代志对无？恁是咧骗我对无？阮这做父母的，敢有可能替家己的后生来甲纠缠呐？啊，对啦，梓潼，我知你真艰苦，又唔过我嘛同款啦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张俊义无可能有代志。好，我即马打电话给伊。你跟接电话啊！可怜的将军啊！将军，将军，我不要！喂，梓潼啊，你若是艰苦哦，你都哭出来吼，安尼将军才袂惊袂开脚啦吼。喂，将军。钟俊宇刚真正无去啊！我钟俊宇刚真正无去啊！梓潼啊，啊，既然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我看我伤心，咱嘛只好接受啊。虽然讲姐啊、甲阿姨拢是真坚强的人，不过我哪会感觉袂到因死去高家迄款鼻涕，颠倒是较要紧梓潼的感受啊。我感觉甲梓潼讲，我感觉姐啊、甲阿姨奇怪的所在。好啦好啦，莫艰苦莫艰苦。我到底什么时阵能学会控制金光柱啊？你这练偌久，靠耐心的啦，无你当初甲你是天才哦。妈，妈，安哥，我看到你怨天怨地，敢介意笑？王有德，你无看到恁家人这么辛苦才受累啊？你搁较笑，我是欠人拍是毋？我看到哦。你妈就是这么疼你，这么惜你。我讲两句尔，讲要把我打了。好啦，爸妈，真要多好啦。梓潼，刚才，我应该梓潼讲，梓潼拢知影，伊嘛相信你已经无去。好。啊，那呢，伊是要人安怎啊？伊即马开放伫个身躯边陪伴伊，有照你的计划在进行。将军啊，
你敢真正要甲梓潼送阿开放？啊，万不会你这任务那是真紧就完成啊！啊，我若是搁总继续等我，伊才会真正痛苦。而且你看，我到今麦连要怎控制金公厝拢做袂到。搁再讲，今麦连妖怪是向伫倒位拢也唔知，所以要受苦，我跟你讲受苦就好啊。凭什么靠梓潼帮我做伙啊？我知影你是爱梓潼，你才想要爱伊放弃。要不过，我就是唔甘梓潼这个好媳妇啊！长官，你听清楚，你要用爱梓潼的心化作是力量，放下世间所有的代志，赶紧学会要怎控制这金公厝，把这个妖孽找出来，给他解决掉，然后把我的好媳妇约回来。我唔管你要用贵的还是要用旧的，我爱恁两个白头偕老，有听到无？好，我得行。行啦。放下凡间世事，更真简单。袂用的，就算做袂到，嘛要想办法做到，这就是我的使命。啊，梓潼，那一人走去和平公园啊？啊，凯宏嘞？啊，伊那无对伊，其实创啥啦？一人走，这是要创啥啦？星星美丽，美满的世界，欢喜在心内，爱陪伴着将来。袂用的，我是真无简单，才有这种相信，我为的世界消失了。袂当让这种怀疑，我可好好活嘞。飘向天涯，啊！一次风吹过去，我的梦打千千幸福到这为止。将军，一丝一丝我都爱，宁愿是家己的债。啊！一夜中拄着你，一世人的滴滴滴，春天花开。到底是要创啥啦？我明明就知影梓潼已经规个拢放弃啊，竟然无甲伊顾着。将军，你们是拢讲，只要我讲的话，你拢会听。我唔是爱你一路平安。Thank you.
行了。我的外母，这是要干嘛的人？平平凡凡过一世人而已，谁知道你连我一点点的外母都卖给我？我记得这样，那个人想做没有我体会到的我，我更加的需要到当去。司令，司令！开红，你哪会伫遮？无代无志，发遮大声。志堂，我才想要问你，是安怎站遐遮尔悬啊？你明明知影你伫餐厅的时阵，已经连个唔知影人啊！啊，你竟然在我付钱的时阵，家己走出来走来遮，你敢知影我找你找偌久啊？对哦，我拄则咧食物件，搁有啉一寡酒。我想想收着。之前哦，我嘛要啉一寡酒，总军爱我回去，我去吐到伊规个脚趾边拢是。所以我就想要找伊哦，我想要见伊，啊，不过我世界拢找无伊啊。知道，我拜托你，你拜个公啊，你拜个公啊，我拜托你。你家己想看卖，总军伊这么要紧你，伊若是看到你这么艰苦，伊一定会足唔甘的，伊嘛会站袂开脚，这敢是你要来定的结果？伊唔甘哦。伊站袂开脚，哎，子龙，你死你啊！别跟我面顶动啊！你伫遐等我，我马上去找你。你站好，站好。山庄，山庄不是总军，山庄不是总军。哎，志堂，志堂。子龙，喂，一九，我这是和平公园，有一个人昏倒啊，需要一台救护车，麻烦你了。奇怪，我哪会感觉有人站在那裡？敢會是總軍？這不可能啊！